他想的就是有队友补枪吧，应该是。是的 ，Steven 还在换位置，哇、哦，换的非常灵活。哎，没必要。白龙马这边是腰射，直接没有失误。我觉得九五克已经做好了要倒地的准备了。其实他这个无论是这波就是直接就做好了打架的准备。是的，也是抢一个圈边位置。哦，有一瞬间，这等于是好像骗对方进这个房子，然后直接用投掷物招呼了。九五 K 二倒，哇、哦，接的非常的完美。是的。这么贴脸的情况下掉一个人是可以接受，玉玉被外面人打了，哇、哦！最后，哦，白龙马这里有人过来劝吗？这个角度应该还可以扶吧，只要没有人过来就可以扶。没有人过来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好像这个地方比较靠圈边，应该是不太会有人来撞的。是的，坦克拿到一个分数。看 i7 去哪儿吧 ，i7 每次就是没有圈了以后，他就会有一波盲扎，就看他的命了。这波哦 ，SMS 来了，左下角那个假车库那边过来。啊，玉玉扶不了了，玉玉刚才被雷直接补了一段、啊。这要是有人劝架的话，就来不及补给了。白龙马是残血，白龙马刚打，要不要扶？要不要扶？还是要扶？时间上稍微拖延了一会儿。是的，因为有一颗雷、啊、玉玉被燃烧弹烧死了。那白龙马还得打药，因为他也，哦，直接贴脸，里面有个雷，哎，不重要，可以扶，就算雷倒了也可以扶，二倒伏笔啊，是的，虽然两个人冲一个，哇，这外面这车简直是不要太富，怎么留了个兄弟在这里面啊？背身，这是陷阱，黑电了，哎，卡了位置。这个人把他的位置给堵了，悲剧。还要打，好像其实外面就有一个了吧？哦，外面有一个，里面有一个，跑起来，但是外面帮不上。哇，原因是在于外面太多车了，把他视野挡了。他队友跑出来，其实他是可以架门口的，但是外面有太多套的话，我觉得他是比较有危险，因为他不太会往独狼的方向走。然后主要是这个时候队友不会看他这边，所以不理，等会你就越危险。风风已经动了，真的，我看到他动了。哦，来了！哎呀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猜的啊，这是真没想到。哎，但顽盆好像。能扶啊、哦，被补了，被补了，被补了，补了！人家肯定一梭子，要是我，我也一梭子啊。零四的一个阵型，然后吃完了以后弱侧，对吧？然后拿四分，这真的是好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嗯，真气死了。现在王鹏可以报信息了，没关系，他这个练一练哈。练报信息，这才是最恐怖的时刻。孩子总得要成长，对吧？确实。我们看图说话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分析，不要，至少有270度的包夹。哇，这个位置感觉 RBS 裂了。哇，露露手感是接续的爆炸，高空抛雷，迫击炮，这有个雷，难受，太难受了。他这种位置就是你出烟都还得找一会儿敌人在哪儿的一个角度。主要是这个 TMA 它包过来的时候啊 ，RBS 完全搞不清楚对方的一个具体位置，而 TMA 是很清楚 RBS 所有人都在这个烟里。是的。那从这场，哎呦，上车的时候可能要被留一个人。啊、哦，他没打完。是的，没打完。四拳其实露露可以再等一下的，可以打打要等一下的，等队友到位，他就等这个 flying 到位就。他没直死，他这波起步确实很危险啊。这就是得了一种锅点，当然前提是吃不到圈的情况下。你看 DT 这个锅点相对来说他就会比较难受一点。哎呀，艾希真扔了。就没办法，我觉得他们目标也挺大的，因为他旁边有个冒烟的车，就感觉是个人都知道这里有人。对，而且露露刚才到去打这个 RBS 之前，他就先看了一眼艾希这里，他看一下这边的人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抗的意识。是的，唇亡齿寒，这样看起来 i7 刚才应该帮一下也没帮不上，不知道在干别的事情，他在看头顶上的人物啊，但是他已经被发现了。哦 ，SMS 这把已经拿到8个淘汰了，
天杯被 SMS 打了一个背身，这一波是两个圈边拿分队的一个较量啊。天杯跟 SMS 这场比赛都拿了不少淘汰。烟去过渡前面这个比较平的地形了。看这个样子，天杯应该差不多到此为止了。这个低点的混烟只能说暂时延缓。嗯 ，SMS 直接一步到位，然后在圈内下就是要吃 TMA 这个分数。哇，这个雷好像因为血量比较低，有东西的，非常完美。是的，再来一颗，有了。啊，但是人头好像被 AZ 拿了。AZ 拿到最后一个淘汰。是的，这波混烟混到了吧？应该是。一点吧，他是在 DT 旁边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 CTG 的队员了，就在右下角，你看见没有？对 ，DT 如果是圈中心的话 ，CTG 应该是在圈的。嗯。哎呀 ，MCG 惨了，倒两个了都那边，那 KRG 这个位置不是太好哦 ，MCG 已经没了 ，MCG 刚才好像是被不同的队伍都打过，哦，还有出来了，是的，哇、哦，这一缩钻到底。哎，哎，这这波也太刚了。是的。啊！但是人家有抽的。烟给了，烟给了。九幺幺。SMS 这个就完成了，马上带这个 Perro 了。嗯。就是因为有 GFY 在，所以 RBS 绕到了那个位置，不然他进不去。黄志龙怎么也倒了？连锁反应啊。嗯。捏雷。哎 ，Perro 现在有点腹背受敌了。是的。哇 ，Perro 正准备过来，屁股被雷了，就好像有点裂开。脸上还有 SMS。嗯。好、哦，马云龙。对。但是这个人头被黑猪拿到了啊。嗯。Perro 只剩下最后一人。DDT 已经把 GFY 清理掉了。不过 GFI 本身就是倒一个人的情况下，然后冲了两个人在近点又很容易吃雷，远点那个只有一个人架枪，就本身就比较难打。是的 ，Perro 还有一个兄弟 Lion KK 能不能往圈里面爬一爬啊？来不及了，被蓝圈电到。一打一，谁打赢谁拿两分。哎呦，哇、哦，血魔直接一枪爆头。DT 这波拉出来也被 CTG 打两个 ，CTG 扑上去了。是的，哇 ，CTG 刚才应该是抓的就是 DDT 打 GFY 那会儿间隙过去。他忍了好久，他就是这两个，他唯一的两个淘汰就是。就考验收集能力吧。哎呦，果然。嗯。哇。可以啊，轩子。小玄子。这把 SMS 血赚，只能说血赚本身人好像就有少一个吧。他开局在左上角这个医院下面那个假肢库一个很边的位置，他是把全面的战斗几乎是全部都打赢了，就被闪了，陪就被闪了 ，17 第一时间没有人跟枪，哇、哦，出烟直接被打，烟散了，烟散了，哇，烟散了呀，这个时间点太尴尬了，是的，阴差阳错的时间点，一瞬间王涛涛从右侧开火。CTG 瞬间4-0完胜，然后我们恭喜 CTG 七杀吃鸡，就是决赛圈的DDT 还有 YLG 的七个人头。